点吃，别噎着。哎，喝口水。哎，俺寻思你再也吃不上这口。嫂子，你对兄弟真好。你还知道啊？我当时脑子都是乱的，要不是团长，我这会儿可能还吃了嫂子你这饭，我不想死了。就会说好听的。二宝啊，你跟俺当家的拜把子了，那你俩就是兄弟了呗。对啊，以后团长就是我亲哥，你就是我亲嫂子。那嫂子让你帮俺办件事儿，你愿意不？愿意啊。咱俩坐下唠啊。你说你这个哥吧，就是个驴脾气。你说俺都来这老些天了，也不是咋得罪他了，对俺带打不理的，一天天的。你说，嫂子，你可能刚过来，慢慢就好了。他可不是这么想的。嫂子，你是想让我跟我哥说？没用。那我得。二狗啊，嗯，嫂子吧，就觉着你脑瓜子好使，你看你能不能想法让俺俩做一回夫妻，哪怕就一回，嫂子就算死也能闭上眼。啊，不是二狗啊，嫂子真不瞒你说呀，就这老爷们吧，嫂子是真看上。嫂子，我是怕这事儿我做不来。